这怎么办呢？这老伯伯一来，我们又遇到红灯了，这不跟上次一样了。哎，咱们只要提醒司机注意车辆，不就可以避免车祸了吗？ 不能提醒我一下，什么叫我不提醒你啊？你明明知道灌装需要多长时间，你昨天前了下午，那牌照表又不是跟我定的，你现在怪我呢？你把手机关了。 师傅，您起步别急啊，这跟车还挺多的，有点危险。嘿，你还教人司机怎么开呢？人家司机开车技术好着呢。再说了，这公交车啊，365天天天走这条道，有坑有个包的，司机都清楚着呢。这司机技术咔咔的。哎，师傅，你开多长时间了？公交车？4年。啊，才开4年呢，看着不像啊，以为你老司机了。以前开的是货车。 听了吗？以前开货车，哎，能不能别再说话了？你看，小姑娘紧张的。你说你不得心脏病，谁得心脏病？你不能天天活在焦虑中。人呢，就得活得豁达一点。你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你就得高高兴兴的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人呢，就得敞敞亮亮的。您派送的订单还有1分钟即将超时。 哎，这么站着，回去。哦，你别操司机的心了，你操操他的心吧。他心脏还不舒服呢。说你呢？说你心脏呢？到底关不关？我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旁边玩手机呢。那现在你开车了，我就不能在玩手机了啊？ 再多等几秒，拜托了！哎，师傅，车！要死啊！可以啊，未卜先知。怎么回事啊？ 太危险了，这！哎呦我去！你真的假的？弄得我都紧张。你快坐下吧，坐歇会儿。 啊，我也坐。到这儿应该没什么事儿了吧？这车速这么慢，前后也没什么车，没有下车，没有车祸，也没有爆炸，循环解除了。应该是吧？那。 我马上就可以过桥了。幸亏有你，要是我一个人，肯定不行。 怎么了？这音乐。